老婆，能在日月潭与你相遇，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。虽然那时候觉得这个女生怎么有点凶。求婚成功，你答应嫁给我的那一刻，我真的真的好高兴。虽然那时候的你一滴眼泪也没有掉。我们一起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终于有个美丽的老婆陪伴，不再是孤单一个人。贝贝，你曾告诉我你不浪漫，你用你的方式接近我，用你的真诚温暖住进了我的心里，如此的成熟稳重，更加让我确定你就是我要的那个人。你谢谢你让我们今生相遇相知相惜，我的人生因为你而幸福。说出呢，亲爱的老婆，我爱你，我来娶你了，陈宇贞，请你嫁给我。亲爱的老婆，我爱你，我来娶你了，陈宇贞，请嫁给我。啊，两分钟要集满100个赞哦，不用传了，直接处罚，就是照着他跳就对了。对对对对。走你咬一，等一下我先问一下要区别吗？随便，只要咬出字形就可以了。要咬成 O 啦，你那个不是 O 了啦，歪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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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对，在报纸上找出“宇贞我爱你，永不改变”的字，开始，开始。我找到布了，布啊，先说出来，我爱你，真我爱你，永不改变。对啊，改变还 double。好了，确定吗？对啊，这是这第一张啊，这第二张，看对不对？看对不对？好了，拍好了。稍等一下，看对不对？你看，陈宇贞，不对，咬了。乖。好，有拍到啊。哦，今日起你将是我终身的伴侣，我会以丈夫的名义照顾你一生一世。爱妻条款第一项，家事。一人一半，薪水全上缴，零用钱可以不要。老婆，我爱你，直到永远。我可以进来了吗？请进。老婆，经过刚六个美女魔王的残酷考验，我觉得还是只有你对我最好了。然后谢谢你一直很体谅包容我的脾气。然后谢谢你一直愿意陪我去做任何事，然后谢谢你都永远愿意在家做好香喷喷的饭菜等我回来吃。我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每天都有你的陪伴。老婆，你愿意永远陪伴在我身边吗？我愿意。我永远支持你，当你坚强的后盾。无论多晚都在家里等你下班一起吃晚餐，只要你在的地方，那里就是我的归属。你先找到一个很好的老公，你要好好珍惜他，陈妹对你很好，你要很孝顺他，你们两个要美满，永远相爱，好，是吧？我跟你讲，你们都客气。你们今天会有这个缘分，是因为有了他哥的感情。宇贞，你遇到了体贴沉稳的好丈夫，热情开朗的婆婆，这是最平凡的幸福了。爸爸妈妈祝福你们。爸爸妈妈，请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疼爱宇贞，好好的照顾她，
然后也会好好照顾那个小静雅，请爸爸妈妈放心。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一直让我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们一直会在我身边，你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。我希望我嫁给孟府之后，你们就不用再担心我，因为他会好好照顾我，也会好好照顾我们这个家，会好好照顾你们，所以你们不要再担心我们，因为我嫁一个很优秀的老公，就跟爸爸一样。我想婚姻最幸福的事，除了嫁对老公，应该就是嫁了一个好婆婆吧。加入了这个家庭之后，我才明白孟府的责任感跟善良来自于妈妈你的强韧跟温暖，是你让我拥有如今幸福甜蜜温暖的家庭。我一定会用我全部的爱来呵护你，照顾这个家。我愿倾尽所有与你一起实现它。希望到了80岁，你会牵着我的手对我说：“找到我是正确的，老公，我爱你。”